嘿，老伙计，今天我收到了光子寄来的礼包，这么大一个箱子，里面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包裹的还挺好，应该是什么易碎品。下面还有一层，上面写到和平精英，有点沉，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黄金。先把纸盒子放一边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预判失误，看着卡槽应该是个奖杯。我们打开另一个白色的箱子，看看里面是什么呢？看看我这手劲儿，硬生生的给它掰断了。是时候见证惊心动魄的时刻了。噔噔噔噔，这就是 PEC 的年度作者奖杯，经过半个多月的漂洋过海，终于寄回来了。听说这个奖杯是纯黄金打造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是在我心中它可比什么黄金啊贵重多了，因为它代表着我这一年的付出与收获。这一刻与你们一起分享，我开开啊。看着差不多的奖杯，差不多的样，放在手中沉甸甸的，就是很像样。Oh baby, oh baby,